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大家都穿了袜子，对吧？对。是你让我穿的。为什么要穿袜子呢？是因为呢，我们现在有人袜子里面是藏了东西的。问题了，哎，不是，是有一个成员的某一只脚，哎，点了一颗痣。啊！我们来推测一下啊，刚谁最后上来的？我是先上来的。我们俩先上来的。他，姚翔，姚翔，我猜你左脚，我猜你右脚，哎，我先脱你的吧，你先脱吧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随便脱，拿一只脚抠住它，然后往下脱。你抬，你抬，有没有吗？有有、哦，那不是，那是黑色的毛，我是天生的，那是黑色的毛，是黑色的毛。好，是紫霞先给我给你点上。哇，这你是这么长，怎么脱？肯定不是我，绝对不是。你是不是？你们这个是涉嫌打假赛啊！你们两个现在呢都要接受惩罚的。什么？接受惩罚？这是什么鬼？不好意思，你卖这条。把你卖了，不好意思。演一下就好了。演员是什么算是呢？演员是什么？倒立，打假赛啊！打假赛啊！这样脱不掉，我这袜子脱了，就这样吧，脱不掉，算了。是用哪个刷子点的？我也是用一个化妆的刷子。你怎么这样？啊！能挑战上来吗？我所以又敢来挑战我。他就袜子好好穿，后面有个跟儿。对对啊，上！计时开始。好强，你好强！这什么呀？这是战术。你直接给他勒住！好搞笑！这是右脚，这是右脚，我要想一个姿势打住他。我非常的灵敏。你直接坐他身上。对，你直接坐他身上。踩后面他那根儿。夹住了，被夹住，哎呀，太爽了！我觉得就是完了，我要没了，太傻了，开车傻了。还有半分钟，发高快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你，躲什么呀？你别挣扎呀！他说他是西米，这个游戏是不是谁是卧底啊？好，时间到。我说张主任的左右右脚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他最早是一句，你招是就赢了，小鱼的找不着。哥，我干嘛？哥，你在干嘛？张右脚。哎，我感觉这个词可以，我感觉这个词是卡住了，我就有无数的力量去把它卡住。这还有二十秒，九、三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听什么？哟，哥，过来！没有，没有啊！是他，就是他的右脚。快去！那我先挑战你吧，我要挑战右脚一样。来，右脚，右脚，快跑！完了，没了，这个离胜。绝对厉害！什么都不好使。快跑！我感觉我这次都可以。我感觉就是他的一招。等一下，我在想什么？等十五秒，还有一分钟。我的太快了，你认为你们爱是科学？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Thank you.
要进入十五秒倒计时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吧。你这脱不下来啊，行了。可以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还早呢，还让他长帅吗？你们两个是上圈掉了，上圈一个，用力上圈，用力呀、啊，上圈。上圈平时力气那么大，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废的。你把脚直接抱出来，抱住，直接抱脚，你不要理他的脚。还有半分钟，快点，等一下是谁进攻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只能防守，你怎么进攻？我这也算防守，俺进攻，我进攻。来，快去啊！啊，防守！老太阳！好，最后十五秒。防守！真的是把脚伸上去。右脚，好猛！这个都比那个猛。你血来，这个都比那个猛。太行了！扳倒！啊，你先夹着，太行了！对，把抱着吧。你先学喝就行了呀。别逼我，真惨！进攻！就是现在不能用手，你干嘛这种？这夹住真的很能掰，就这样，你试一下。各退一步好吧，踢也不好掰，各退一步。我还有几分钟？哇，踢可以掰。还有1分15秒。不行，你先把它露住。不可能，就是蹬不叫踢。我到了，我加油！好，还有十五秒。快！有10秒，应该没了。我这样放不下猫棍。3、2，用力啊！一，我好想看看下面有没有点呐、啊！馒头不是两只脚都在吗？为什么你那么抗拒呢？好，来准备5秒倒计时。开始。这又是你另外一个量级了。好，谢谢啦。我坚持了3轮，厉害，马哥，我给你点赞，我佩服。最后一波，搏一搏，单车被摩托。还有15秒。那你们消耗一次机会来问吧。这个说消耗，消耗，这可以消耗，好，楼上的还是楼下的？肯定是楼下的。楼下。就是我们有谁的。哎，你们猜拳嘛，输了的就。谁输了就谁输。
详细一点，两个嫌疑犯有两次机会，我们现在两次机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不是两个最有嫌疑的人有两次机会，哪一个误？不，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一次机会一换一个线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顺从。你不就剩两次了？问一下哪个屋？哪个屋？那就还剩一次机会了哟，对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真的是那个屋。哇！还有一次机会，小马哥就是小马哥。那你怎么判断？那怎么又不是他的机会呢？石头剪刀布了吗？所以石头剪刀布赢他，我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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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就是马哥的左脚，我就给你们说是马的。没事，先来一把呗。不是，现在呢是这样啊。因为如果说是用掉的宋亚轩的机会，那么就相当于是马嘉祺的机会，但是你的机会必须用掉，你就选一个人转让给他。你机会必须用掉，对，必须选一个桌子，必须用掉，不然真棒的。就是如果猜拳，你赢，你就选一个人的势力；如果是宋亚轩赢，他选一个人的势力，就是他的左脚。来猜拳，就是他的左脚。互联网是记的嘛？剪刀布。他要选一个客人，是他，是。来 ，no， 是他的左脚，我崩了呀！上战场，石头剪刀布可以赢。我一直在想马的左脚。给你们说了，马嘉祺是吗？我看马嘉祺右脚。右脚。好，第一个脚。53，好，开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先找一找左脚在哪，重新来。这是左脚，这是左脚。你不给他弄出的话，你。哇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加油！我接，哪个我能站起来？过了40秒了。一定要不要让他手推着你，一定不要。不能让他手推着你，直接弄他脚，直接到后。抱他身体，抱他身体，先抱。经常多笑。先抱他身体，抱他身体，慢慢往。好美，好美，慢慢往下面。对，好美，小哥。慢慢往下面走，抱他身体走。还有一分钟。左脚，左脚。脚勾。对对对，是这只脚，是这只脚。对对对对，漂亮。对 ，nice。你的脚勾住他。这个时候就我们就看到了技能的重要性。勾住他。你别让他握你手，你别让他给你动，别让他给你动。我们要对对对，我们要发微博了吗？我们要发微博。Oh my god！ 让他给你对，不要扑个空。对，哦哦。还有半分钟。锁死，求你了，对了。没有，还没到，二十秒钟说一下，还有15秒。开动，厉害了！八 ，OG 神士，哇 ，no， 脱掉，还有5秒，4、2、1，哎，这，左脚，时间到，等一下。尽力了，大家就好了。我还是好了。行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痣吗？不是说别的，就想看看那个痣是啥样。对，我也是。说哪儿啊？掉了。没有，你看没证据啊。那个、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有。可能那个可能会。我是有的呀。天生的。是哪儿啊？我是有的，我天生的呀，我是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就不算。就是在哪儿？你字呢？快点呀！我是有的呀。哪儿去了？我是有的呀。哎，我是有的呀。我是有的呀。我是我给的，在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好，我们的第一届狮王争霸赛，第一届智王争霸赛，还有第二届吗？正式宣告圆满成功。那么我们本届的智王就是，下次还是马来西亚直接，如果还有下次直接你来。来，马来西亚，先把他的两只脚给打完。以后所有游戏先针对他。结束了。今天还有环节吗？